花花客语，我是花花，最舒适的服务，最紧实的体验，欢迎先上车后补票，来吧，搭上我的车。北港站快到了，八杠站低位搞啊，北港站都撇，右侧开门。Please mind the gap. Oh, 刚刚那个花花客运真给人家送工，金素鸡，金素鸡啦。对啊，对啊，老大。欸，啊，真的，还想，这大一次呢。嗯，啊，大一次，哦，大一句。欸，没有，老大，那个今年大一句改名字了。哇操，啊，改名了还叫我讲，怎样，挖坑给我跳是不是？欸，老大，那你眼睛短的会紧张吗？对啊。欸，那个不要叫前面了，让我们赶快去。走。哇，欸，我竟然不知道这间庙这么大。不然它是多大啦。欸，啊，我家里多。欸，没有大。哎，老大，先别说这个了啦。就是啊，这间庙有一个远近驰名的镇庙之宝哦，它的名字就叫北港香炉。哇，原来是北港香炉啊！等一下，我们要是把香插在这里，一定他妈特别有 feel 啊！来，快来，苏老大这边喽。再过不久，我们就是血浓于水的 brother 了。Oh my brother， 看，这里 brother 啊，都还没开始组那个结拜，就诅咒我，现在怎样？我来，听好了，古有刘关张、桃园三结义，今有我们北港三兄弟。我还数条三兄弟。这节的需要阿血啊，啊，我就喜欢做啦。我是你来，我来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Oh.我，哦，这个都八十老几了，谁要跟他同年同月同日死啦？你娘嘞，今晚谁安坐啦？你哪嘞？笨手我是大堆哈，我叫谁安坐啦？阿叔，我该跟你计较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有情有义的兄弟了。啊，看一下哦，这老大非我莫属了啊！第二、第三，你们自己争呐。哎，我 GPA 2.22，老二就是我啊。我算三小，三弟，不要说那么多啊，哦，我们结拜那么久，腰有点酸呢，啊，是不是该来暖一下？来，串场舞来喽！哦，不要再跳了啦！越跳身体越累，哎，老大，我刚刚那个来的路上，后面有家按摩店，要不然上一下好不好啊，老大？好啊，刚刚跳那个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来，爽，上一下。哎，来人呐，出来帮我老大按摩，包着你荷包赚满满啊！哎，看见好不好？老大，那个，啊，不然就让我来了。你也知道，那个我的手艺也是一流的哦。刚刚想说，有那个漂亮的水果妞来帮我半套一下，啊，总是一种卡鞋哦。算了，都可以了。哎，老大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啦。好，来，快。左边。金寿，金总去。
那椅子上坐着那两个人吗？秋衣已深，他俩也将慢慢随着枯黄飘去。你也看见了吧？这是多么迷人呐、啊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抓一个警察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好处？谁在乎那些垃圾？真实的拱门就在眼前呢。我们为何还要去捡拾那些散落的碎石呢？听着，人呢，就像一只被欲望牵着走的狗，可是却又以为是自己牵着绳子，而我不过是转过身来，咬住绳子，看看牵着我们的到底是谁罢了。小雨，我的部下，他在哪里？小雨，又是这种不重要的问题。抬起头，好好看看啊！够了，你绑了我的部下，又把我绑在这种地方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带你出去走走罢了。有趣的旅程就要开始了，你不期待吗？结束了，小时之内就查到。好吧，好吧，念在过去的一切，我这就送你一程吧。享受真实的人生吧，我的朋友。
长官好，这是上次您提到的案件资料。拿来吧。哎，又一位受害者。是的，自从废弃工厂那次，这已经是第五名受害者了。上头开始对我们的办案效率是不太高兴。死了这么多人，我看消息也要流出去了。报告长官，属下这几天正全力侦办当中，但线索实在有限，又要在三两天内破案，还真的有些难度啊。对了，前几天验尸单位报告的结果呢？就如同我在现场所看到的，多数受害者的死因皆是头部遭受枪击，此外还在他们体内验出残留的魔镜，这种迷幻药物最近在黑市上突然窜红，价格暴涨。真拿到了这么大笔的数量，不拿去转手获利，怎么会到处灌食别人呢？属下之前曾听别的单位的朋友提到过，魔镜这种药物在吸食过后，能让吸食者在眼前呈现极度真实的幻觉，据说与吸食者内心最大的渴望有关。幻觉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被害人眼中的幻觉才是凶手真正的目的吗？这个吗？属下目前也不太清楚，还在调查当中。是啊，你当然不清楚。阿哲啊，我也不是要为难你们，但已经死了五个了，到现在却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再这样下去啊，我们的部门在外面也是抬不起头来，到时候造成了民众恐慌，你说该由谁来负责啊？这个吗？属下，你出去！三天之后，我要看你押犯人进来，听到没有？属下，这就去办。师长，怎么样？厅长怎么说？哼，又不是不知道案子的难度，竟然要我们在三天内结案。唉，你跟他还是那么不合。一个只在乎自己外在形象的家伙，也不想想这几年来是谁在为他卖命。要不是没有我们，他哪有今天呐？好了，别生气了。金章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啊，不到紧要关头，我相信他也不会这样逼迫你的。不过那个老家伙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，都已经死了五个人，却连半点像样的线索也没有，难道我们只能等待下一个受害者出现了吗？哦，对，我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个的。举例，刚刚送进一名毒贩，身上藏了超过300克的魔镜，或许我们可以借它来追查上游的供应商，看看能有什么线索。哎呀，我正愁没有线索呢，或许这就是破案的关键哦。走，我们去侦讯室。哎，等一下，不用先跟警长汇报？哼，汇报？你忘了我们只剩三天了吗？快走！跟他说我们出去。及格啊！别说了，刚考完试，我跑去偷听那些学霸讨论题目。我们写这同份考卷吗？他们在讨论什么？我完全听不懂。帮 QQ。啊，好烦哦！为什么明明就
是事情还是这么多啊？对呀、啊，下个月吉他社要惩罚了，又要练习又要读书，好累哦。而且带学妹他们练习的时候，感觉他们都没有很认真。唉，要是大学就回来看我们表演，怎么办啊？啊，算了，我们就尽力而为吧。啊，对了，心月，关于这次惩罚，要不要邀请你爸来啊？这次买票的人很多，如果像不留，恐怕就没用喽。我看不用了。每次问他，他都说他工作要忙。上次校庆也是啊，那时候我们班大队接力跑了第一名，哎，还差点破了学校纪录。结果我到处找他拍照，都找不到人。回家问他才知道，他根本就忘了这件事。哎呦，你不要生气嘛，你爸不是警察吗？像社会这么乱，坏人这么多，他当然努力抓坏人啊。我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的，你就多给他一点机会嘛，反正位置我帮你留着，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啊。哎呦，真的不用啦，反正别人的家长要来看表演啊，要是到时候留了他又不来，这样不是更尴尬吗？是哦，那不然你今天回去问问看你爸可不可以来好了，反正下礼拜我才要做座位分配的最后确认，你那之前跟我讲都可以哦。哎呦，真的不用啦。啊，我来了，哎，拜拜。哎呦，我回来咯。哎，爸，怎么不先吃饭啊？我不是打电话回来叫你不要等我了吗？哎，爸。哎，心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哦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好啦，快来帮忙摆碗筷啦。好。哎，最近练团好累哦。而且带学妹他们练习的时候，感觉他们都没有很认真，连华玲都比他们还紧张哎。再说这届学妹本来就我们没有我们这届厉害，唉，要是到时候学姐回来看我们表演，哎，等一下，喂，是我，上次交代压手的那个案子办得怎么样？每次都这样，要好好跟他讲话，那人就走掉。到底在忙什么啊？好，我了解了。到时候如果阿哲一个人搞不定的话，就给我多派几个人手。这个案子一定要解决，听到没有？真是，一群废柴。讲电话讲到饭菜都凉了。爸，我们下个月其他是惩罚，你要不要来看我表演啊？惩罚，要加油啊！我是说，你要不要来看我表演啦？哎，可能没有办法哎，爸，最近工作很忙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爸的工作性质你又不是不了解，不要无理取闹了好吗？难道就不能来这一次吗？这是我高中生涯最后一次表演哎。心月啊，要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才可以听得懂，爸的工作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抛下的。你
你可不可以再懂事一点啊？我吃饱。喂，注意你的态度。每次都说工作工作，明明都要毕业了，以后也没有机会看我表演啦，却一次都没有来过。你说这什么话？我怎么跟你说话不重要，反正你根本就没有在听我说话，你也不在乎我怎么想。够了，你给我坐下。你明就答应过吗？要好照顾我，关心我，可是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嘛。你，喂，有了马上就好。喂，心月，心月，Drive by summer is the biggest wave of people movement since World War II. America first. 4897黄昏起步，高官找他50块，他还真的收下了。而现在陆客都不来了，完蛋了！你为什么要跳车？哎，真的，完蛋了！跳！就是。晚安，你的眼睛是否还清晰地映照出这个世界？那卷笼罩了我们太久，我忘记了那些真正重要的真实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选择拥抱这一切吗？又或许，你该来做些什么？闭上双眼，想象围绕着我的人，我最纯粹的爱，通往真实的大门。警察当了这么多年，你这种货色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身上偷藏350公克的魔镜，竟然还敢在街上明目张胆的贩售，哼，真不知道该说你是大胆还是蠢啊。话说你这些药品绝对不是能够轻易到手，说吧，你的上头到底是谁？不行，我不能说，要是他知道了，我……哼，既然都被抓到带着毒品，我看你到牢里蹲个几年，大概是逃不掉了。若是你现在敢好好跟我招供，或许我们可以谈个条件，也说不定哦。大哥，拜托你行行好啊！要是出卖他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得出来。还不如你现在就一枪毙了我，省得我们在这边浪费时间。大家照规矩来，你告诉我你上头是谁，我让你早几年出来，就这么简单，要不要一句话？我们这些在外面闯的，烂命一条，对上头人呢，用过就丢掉了，但是对我而言，我还是有我重视的家人啊。我不想要他们受到伤害。只要你告诉我们需要的情资，各单位都可以协调保护你的家人。若是有需要，还可以帮你申请证人保护计划，让你不受到上头的威胁。5个人，已经死了5个人了。
我不能再纵容凶手了。所以你发誓会保护我的家人？我发誓。好，我说，青庄街上有一个工厂，每个月的15号，我都会和他在那边碰头。这样啊，你能描述一下那个人的长相吗？我不知道，他总是戴着一副诡异的面具，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过他的脸。这样啊，那么他有什么特征吗？特征吗？我想一下。啊，有了，他手上总是戴着紫色手套，而且啊，好，你等我一下，小雨过来一下。你等一下到局里的档案库里面，把所有关魔镜的资料都调出来，不要管局。等等，不要！怎么了？你干什么东西？手举高！可恶，把他带走！该死！难道？连局里都快渗透了吗？这里的风景，不管看几次，都一样的美丽呢。对啊，我们不知道在这里消磨了多少青春。哎，你看，你还记得当年你就是在这棵树下跟我求婚的吗？当然记得啊，和你相处的每一件事情啊，我一件都没有忘记。我永远记得啊，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一天。你在公车上轻轻地看着窗外，轻轻地拨弄着你的刘海，而我那时候正要赶去警局，在公车上啊，看到了你，那一瞬间空气仿佛都凝结了，只剩下我静静地看着你。那时候我们都还好年轻哦，想不到这些小事你都还记得那么清楚。当然了，对我来说啊，这些平凡的小事才是最难割舍的回忆。琪琪，无时无刻我的思绪总是将我带回到你的身边。我们明明还有好多故事没有说完呢。我的离去不是我所能决定的，在上天的手中，每个人都只是剧本上的角色，而我们不过将剧情演出来罢了。既然我们的路途已经分开，我想我们就只能接受了。可是我不想放手，和你的回忆是我人生中少数仅剩的价值了。别这么说嘛，你还有心月啊。他还好吗？老实说我不知道，我最近啊越来越不懂那个孩子了。试着多多跟他相处吧，他能依靠的只剩下你了。我想孩子果然还是需要他的母亲吧。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啊也只会越来越僵吧。先别这样假设嘛，静下心来试着理解他的想法。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有些事情错过
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好好把握当下啊。七七，我好想念你，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鸽子越来越多了呢。是啊。爸又来了，每次都这样，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听人说话。我想你，会在我需要的时候陪伴我，听我讲话。还记得从前，你总是在橱窗里凝视着我，有一天，突然就消失了，害我好难过。还以为你被别的小朋友买走了，没想到爸居然把你带了回来。还记得遇见你那天，我们全家人好像在公园里野餐。那时妈总是说着爸爸的糗事，爸也总是笑得好开心。唉，要是爸能一直像那时笑得那么开心就好了。真怀念以前的时光啊。手举高，不要动！学长，怎么会？都没有人呢？不知道哎，先把门口守着，我进去里面看看情况。好。青庄街上的工厂啊，这附近符合叙述的，只有这里了。学长。真的会将我们的行动上报吗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哎！上报？哼，那个老家伙，你以为我们信得过他吗？况且我们也早就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。可是这样子好吗？我说了，上报只会拖累我们。要是真的出事了，我负责。可是。别再支支吾的，
没有。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吗？我在一张椅子上找到了一副紫色手套，就跟那个毒贩说的一样。紫色手套，好奇怪啊。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的。怎么发生什么事？小雨，小雨，听到请回答。小雨，小雨，听到请回答。小雨，小雨，该死的。长官好，属下是敖丙包。什么事呢？我擅自带人突破一个可疑的工厂，我的部下因为这次的行动失踪了。啊，这样啊，那想必你已经做好负全责的心理准备了吧？是的，我愿意负起全部的责任，并亲自向他们的家人解释。凶手连警察都敢下手，敢与整个警察体系为敌，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，就算是为了小雨，我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的。局里缺的就是你这份决心啊。那你有没有得到什么重要情报呢？情报，我在突破那个工厂之后，发现了一些注射过后的针头，并且已经交付有关单位做检查。此外，还找到了一副紫色手套。紫色手套，哼，这么巧！我最近也一直找不到我的手套。原来。是被你拿走了。什么？原来是你！终于看清楚了吧？你想要对我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带你出去走走吧。来吧，我的朋友，有趣的旅程就要开始了。
晚安，我的朋友。这里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并不重要。人们总是在意一些次要的问题，殊不知，在所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琐角落，都向我们传递着巨大的脉动啊！你这垃圾，你干了这么多坏事，还为你逃得掉吗？连负责的警官都被我抓住了，其他那些小角色抓得住我吗？混账！你是怎么进入警局的？这个答案不是挺清楚的吗？小雨，我的部下，他在哪里？嘘，别这么急嘛，让我们慢慢来啊。你想要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不过不带你出去走走罢了。来吧，有趣的旅程就要开始了。不要动，手举高。哎呀，你竟然还回得来啊。我说都不要动。只打不靶的菜鸟，哪来勇气对人开枪啊？你给我手举高！开枪吧，我的朋友。这样子，你就越过那条永恒的界限了。你难道不好奇，这属于我这段的景象吗？小雨，你还活着啊？那家伙好可怕。击毙了凶手，又破解这个难缠的案子，这一切就跟梦一样啊。话说小雨，你是怎么从他手中逃出来的？逃走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之前不是被他抓住了吗？抓住？什么抓住？小雨，那家伙还活着！操纵现实的能力，实在是很奇妙的东西。你喜欢？你看到的一切吗？小雨，你在做什么？不要做傻事啊！内心最深的渴望。小雨，走进来的那个年轻人呢、啊？他的旅程已经结束了呢。结束？什么结束？
你觉得刚刚发生的一切是真的吗？什么东西？你到底把他怎么了？他跟你一样，现在属于自己的判决之中了。只不过，很可惜的，他没能自己回来啊。你，通往真实的拱门是相当辛苦的，你说是吧？就让我们再来一次吧。不要，住手！你还是很怀念那一段景象的，是吧？放手！永远待在那，让快乐紧靠着你。喂，是我，又是阿哲，说吧，他又搞了什么娄子出来？你说什么？在哪里？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接下来就拜托你们了。阿哲。一个连续杀人犯，使用毒品杀害了许多的人，案子查到现在，不仅死的人越来越多，还越来越复杂了。怎么这么可怕？在我印象中，人们都是纯真善良的，怎么会有人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？可怕归可怕，不过这毕竟也不是常态。大部分的人啊，都还是像你一样天真可爱的。不过，魔镜会让吸食的人进入到美好的幻觉之中，无法轻易回到现实。遭到灌食的人将永远深陷在这美好的幻觉里，直到死亡。虽然说这个杀人犯的确可恶，但是像我这样借由沉浸在魔镜的快乐之中，我和他又有什么差别呢？琪琪，你说啊，你怎么这样子说话啊？杜杜，你是我见过最棒的人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清楚是悲伤了。多年来，我还不清楚吗？也许吧。可是，自从你的离去，我已经不是曾经那个我了。看起来心事重重的，还好吗？琪琪，我有些事需要向你坦白。不是啊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了。为什么？
琪琪，你仔细听我说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和你在这里的时光，让我的人生重新有了意义。于是，我一次又一次地放纵自己，沉浸在魔镜之中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把自己欺骗得多么彻底啊！现实中，明明还有很多错误等着我去弥补。要是我继续沉浸在这美好的幻觉里，恐怕只会失去更多。阿哲，还有小雨，都因为我的疏忽而死去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怕星月他可能也……哎呀，傻瓜，别哭了，这些事情我怎么会不懂呢？我永远都会在啊，在你心里那特别的角落，等你回来跟我诉苦、谈心，回味过去美好的时光，不会那么轻易赶我走的。七七，回去以后要好好照顾星月哦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新娇妻的重播，赶快来看一下好了。啊，新人姐姨真的好可爱哦。星月啊，我回来了。星月啊，爸最近跟你闹得不太愉快，我想我必须跟你道个歉。星月，你在家吗？星月，奇怪，这孩子这时候应该已经回来了，电视怎么又没关？搞什么？怎么关不掉啊？
心月，心月，你醒醒啊！怎么回事？这里是哪里？你先冷静下来。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怎么回事？这里到底是哪里？别怕，爸在这里。爸，我不懂。别怕，爸一定会带你安全的离开这里。等我们离开这里，再一起去看你的惩罚，好吗？来吧。对不起，把你牵扯进来，把眼泪擦一擦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，啊！快走，快走，爸在后面。晚安，我的朋友，我们终于相见了。爸，门打开了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。你双手举起来，不准动。紧张什么？冷静点嘛，我们轻松来啊。爸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心愿，你赶快离开这里，不要介入我们两人之间。两个人？可是。你什么人也没有啊！你先别赶那么多了，赶快走啊！快走！你死了这么多人，出了这么多事，你还在这边给我嬉皮笑脸的？你敢移动半步，我保证你走不出这个房间！这么激动做什么啊？那些人可不是死掉了，他们。只是在属于自己的梦境中飞翔而已啊！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害了我的部下，还要抓我女儿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你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吧？什么意思？谁不想看看最澄澈、最真实的自我呢？先回答我的问题！你的部下都被我杀死了，你没有半点线索，却能够一路找到我这里，你的内心难道没有半点不安吗？是阿哲告诉我的。那一天，他走进了办公室，跟我报告小雨失踪，还有这里的一切。我安慰了他，然后我就把他带到这里了呢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难道没有看见吗？看到那个年轻人倒在那死不瞑目的蠢样，你又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到，当带领着人们穿梭在一个有一个梦境中，那股战力的兴奋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啊！我想，你也应该知道了吧？我就是你。闭嘴！不要再说了。你为了隐藏自己最深处的痛苦，将一切的悲伤都推给了我，让自己陷在魔镜的快感之中啊！怎么会？这不可能啊！想想琪琪，再想想星月吧，是命运将我们带到了这条路上啊！不，这是，都会在啊，在你心。
心里那特别的角落，等你回来跟我诉苦谈心，回味过去美好的时光。回去以后要好好照顾星月哦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对不起，不行，我不能再这样继续放纵自己下去了。终于下定决心了，我等你等了好久了，看来是时候让我们一起上路了。准备好走向纯粹的真实，让一切的不幸都在这里终结吧。野餐的吗？哎呀，你也不是不知道你爸的个性，每次都要到约定好的时间，拖了很久之后，他才会气喘吁吁的跑过来。我们啊，就慢慢等他吧。嗯，哎妈，话说你当初是怎么看上爸的？是他先看上我的。故事要从公车上说起。那一年我上班在二搭公车上班，渐渐的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帅的男生都会偷偷看着我。有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跟着我下车，还跟我搭讪。一开始觉得有点奇怪，不过没想到我们一拍即合。后来啊，抱歉抱歉，我又迟到了。哦，爸，你真的很慢呢。忘了时间。没关系啊，赶快坐下来吧。来，心月都要饿坏了。你们刚才在聊什么？笑得这么开心？不告诉你。什么嘛？谁叫你要迟到？你怎么可以欺负爸呢？亏我还准备了礼物要给你。真的吗？来。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？想说啊，借由这次野餐送你个生日礼物。本来怎么想都不知道送你什么，直到昨天在车站看到了这只泰迪熊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谢谢爸爸。爸，自从妈过世了之后，我不知道你一个人承受了多少压力，但你总是压抑着自己，不让我进到你的世界。原来你一直都在保护着我，不然我受到伤害。
心月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哭了？对啊，哪有寿星在吃的时候哭的？来，把眼泪擦一擦，我们赶快吃三明治吧。好好吃啊！当然啊，那是我用心花了整个早上做的。内心最深的渴望啊！心月，你刚刚说什么吗？没什么。没事就好。好久没有像这样一起聊天了呢。对了，心月，你最近爸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Thank you.